武器锤炼者，原本的 MC 需要工作台和各种材料才能合成武器，而今天我只需要用锻造锤即可将任意一种材料锻造成武器。由单一材料所制作出的武器还带有特异功能，那么生存能否变得更简单呢？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就是武器啦打造武器的神啊，椒盐锤锤。大家可以看到啊，一上来呢我就自带一把这个武器大锤啊，这个大锤80小锤40。这怎么说着说着它就钻地洞了，吓我一跳。我们先收集一些天然的原木，还有这个矿洞里的原石。在普通的生存里啊，我们想要做这个武器或工具需要好几个材料在工作台里进行组装才能合成出来一个这样的工具啊，而如今呢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采集一块铁锭，把这个铁锭呢放在这个地面上，然后掏出我们的大锤啊，对着这块铁锭狠狠的锤炼，嘣，直接我们就锻造出来了这个武器啊，叫做铁巨石。哎呀，拿在这个手上呢啊，非常的神奇啊，来试探一下威力，嘣，直接给我脚下摧毁了一片区域呀、我们再试，哇去，这玩意儿也太猛了吧！我要回家。这玩意儿用来快速的拆掉这里的违章建筑是非常的轻松简单啊！你看这两三下的啊，就瞬间这个夷为平地了，兄弟们。好的，兄弟们啊，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更多的这个数据包生存，一定要记得差一点再冲一半，我就立马更新下一期。我们看看这里有没有我们可以锻造的材料啊？正好箱子里呢有这个黑曜石，然后金苹果，还有一个火焰弹，正好这个火焰弹也可以将它打造成武器，直接放在地上，然后啪叽，直接获得一把火焰弹军刀。让我们来试试这把火焰刀的威力啊！这边呢有个掠夺者，我去你的，直接释放出大量的高温气体，空气所带来的急剧升温瞬间啊，让这个眼前的掠夺者人间蒸发。让你看看我的岩浆之气，哇，直接燃烧殆尽。这把军刀还有第二种功能，那就是改变周围的地貌，看我直接蹲下来，嘣，我去，直接将周围的云杉木化作诡异树木啊，我去啊哈哈，让我来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的这个啊掠夺塔之地吧。我去啊，地狱掠夺塔，咱们直接将这个石头啊都变成了这个地狱岩啊，你们看。这边怎么两只铁盔，让我来赶紧救他们，当机，通通拯救。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寻找红石粉，那用这个垂直挖矿法那就再简单不过了，咱们直接垂直往下挖，我去，这才是真正的垂直挖矿法，一挖就是一大片，兄弟们。这怎么直接给这铁盔给干没了，不行，再这么下去我感觉我也要摔死了，兄弟们，我去，一路挖到了这边的啊这个天然矿洞啊，你们看看，发现了非常多的怪物啊，小白是吧，还有这个小小苦力怕，咱们直接获得这个苦力怕的火药啊，这个也同样可以给它锻造出来一把武器，没有想到吧，啪，直接获得一把火药冲击波啊，我称之为手炮，棒，直接发射出来一枚苦力怕，棒，怎么一直是我在爆炸。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潜行啊，自己变成苦力怕，棒，这个威力还是比较大。然后终于在这边呢寻找到了红石粉，我们拿着这个红石呢将它直接锻造成一把什么红石武器呢，啪叽，我去，是一个宝箱，来看看，它叫做箱子模拟器，打开这个箱子它可以随机生成任何战利品宝箱，我去，直接原地生成了一个宝箱，我看看这个宝箱貌似没啥好东西啊，取不尽的宝贵资源啊，我去，这是哪来的宝箱，这个好像是沉船里的宝箱啊，一看就是。这边生成了一个多重连弩，好，我们现在回到了地表之上啊，这外面的世界正好也是天黑了啊，我们就搞个这个蜘蛛眼，告诉你们啊，这个蜘蛛眼呢也是可以打造成一种武器的，让我看看这是什么武器，啪叽，一把蜘蛛法杖，我测试测试它的威力，直接呢按住 shift 的键，直接射蜘蛛丝了，兄弟们，我去，但你这玩意儿怎么给我自己缠住了，我就直接变成失败的慢了，兄弟们，我们这把法杖还可以释放毒药啊，慢慢的侵蚀怪物的心灵。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接前往地狱世界，拿着我们在宝箱当中所开到的黄金啊，与朱灵呢进行一番友好的交易，再带上我们的火焰刀啊，寻找烈焰人啊，进行魔法对轰，火焰对波，来吧，让这个烈焰人活活的被这个高温所烧死，连烈焰人也承受不住的这个上千度的超级高温啊！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个传送门啊，直接前往末地世界，因为我还需要这个末影珍珠才能合成出最后一把这个材料武器啊！我去，咱们直接拿这个火焰刀把末地世界的方块都给变成地狱世界的方块了。
当当当，好，好，我们终于呢获得了一个梦魇珍珠啊，炼造成一种特殊武器。那么这个珍珠的名字叫做升天末影珍珠啊，它的功能就是可以让我骑在末影珍珠的身上，然后原地起飞。兄弟们，我的兄弟们，这玩意儿 bug 了，这是我的失败作品啊！我觉得这玩意儿正常来讲的话，它应该是能原地飞天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它升天不了了。来吧，小龙龙，接下来只剩下你自己了。三重射击的好处啊，就是在于我们命中的概率可以大大的提升啊，无论它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都可以射中它。好，末影龙终于降落了，试试我们的高温灼烧，看看对它的伤害，果然非常具有效果啊！熊熊烈火直接给这个末影龙啊，空气都感到窒息了。好，又来了，直接烈焰高温。哎呀，今天呢，咱们啊主打的招牌菜啊就是碳烤末影龙。哎呀，就喜欢这个吃末影龙。哎，我去，直接带走，别跑，你还跑？直接带走。好啊，观众朋友们，那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趣味生存的话，一定要记得长按点赞冲击棒，我们下期更新不会断，下期再见，拜拜。